原标题：好心办坏事，隋文帝的瞎折腾为隋朝灭亡埋下祸根。最近翻拍的金庸巨星倚天屠龙记中有一个经典桥段，因作素干翻武当三侠于代言，自己不方便出面，便委托龙门镖局运送于三侠回武当山，结果没成想这个镖局却把事搞砸了，并人此引起一场浩大的江湖误会。坑爹吧，命都快没了，像小说中这样弱鸡的镖局在真实的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古代的镖局大部分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毕竟押运的物资都是大宗贵重物品，沿途少不了要和各地的山贼路霸打仗。有胆子干镖局子买卖的人不光能打，还得黑白两道通吃。聪明点的镖局一般不喜欢见贼就硬干，而是靠江湖上给的面子和气生财，见山拜山，见道打赏，只求能够顺利通关。他们利用自己强大的战斗力和黑白两道的关系，为托运者降低货运风险。镖局的性质现在看来其实就是古代物流业的保险。哇，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界是近代社会经济发达后才形成的行业，但正像我国古代曾出现过的保镖一样，保险的思想在古代早有源流。早在夏朝时候，我们聪明的老祖宗就意识到保险的问题。比如夏真中记载，天有四殃，其指无时，非物积聚，可以备之。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生总有预料不到的意外，所以就可尽攒粮食吧。这是夏朝时最朴素的保险意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种五花八门的保险思想也都相继出炉，其中一些甚至已经触及到现代保险业的灵魂。孔夫子指出应该耕三于一，也就是说种三年地，结余出来一年的粮食，这样灾荒来了就不怕。这是个以缓备急的办法，从理念上说相当完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没毛病。但是光靠人的自觉似乎还不够，眼前的饭还吃不饱，哪有心思准备来年的。所以孟子提出了列发的主张，意思是百姓自己不想干，那就国家出来干，丰收的年份国家比正常年份多征收一些赋税，等到灾年时候再分发，硬逼着老百姓上保险。不过啥是从主动变成被动就很难执行。基于此，变法家李悝则提出了更先进的保险理念，他主张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老百姓种粮食别吊死到一棵歪脖树上，光逮着小麦种，什么粟豆稷之类的，每样都种一点，这样水灾来了有收成，旱灾来了也能保底。说白了就是甭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很多现代保险理财也是这个逻辑，所以后来你们就发明了八宝粥。但是老祖宗的经再好也保不齐歪嘴和尚给念跑偏了。比如隋文帝，隋朝时候关中地区经常遭遇饥荒，首都长安也常常无粮可吃。饿急眼的隋文帝让群臣想办法，工部尚书长孙平献计，子曾经约过耕三于一，不怕灾荒。可以按照这个原理组织个村门老百姓设立一仓，每年按自家田地产出，往一仓里存储一定比例的粮食，这样不就达到圣人理想的有备无患状态了吗？隋文帝一拍大腿准奏，于是一仓纳粮轰轰烈烈的推开了。怪我了，老百姓一开始挺愿意照着办，可是办着办着发现不对头，有的人家田肥，有的人家地薄，产粮量有高有低，投粮量也是有多有少。但是到了灾年，发粮却按人头而不按当初的比例分发，产量大的富户们才不少，凭什么我要多出粮？
不干了，保险推行不下去了。但是皇帝没工夫想这些，朝廷既定政策，你说不干就不干，反了你。隋文帝一指令下，强制投保，违令者杀。不光强制投保，隋文帝还偷梁换柱的把民办的义仓改成官仓，由州县长官管库，没有皇帝允许不准开仓放粮。结果本该发挥调节封建功能的义仓变成了隋朝聚敛财富的工具，那些数千万金本该发给受灾老百姓的粮食被各地长官们死死憋在库里，结果全都成了唐朝的战利品。这是一种怎样低舍己为人精神？可见不懂保险原理，就算再勤政，积累再多财富，都有可能一夜归零。如果说古人因为不懂得保险的基本原理而为王朝覆灭埋下了祸根的话，那么今天的人则更多的是被保险行业专业的术语、理论和五花八门的保险产品整得头昏眼花，乃至上当受骗。面对保险行业的水深复杂和上百条看不懂的条款以及深藏其中的猫腻，很多人往往被忽悠着买错或买贵保险，这也导致很多人一提到保险就深恶痛绝或干脆避而远之。所以有一个信得过的专业人士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今晚七点，看见君邀请保险专家小方规划的 CEO 徐斌老师为小伙伴们准备了一节免费公开课，专门为你理清思路，做到防伪鉴真，不花冤枉钱。看见读者特别福利，限时免费，限量500人扫码抢座，限量500人报名，一 CEO 徐斌亲自讲授，免费答疑。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疑问都可以在群内提出，小帮团队都会认真解答。二讲座中立客观，全程不会推荐任何具体保险。三讲座时间2019年3月13日本周三晚七点，看见读者特别福利，限时免费，限量500人扫码抢座，限量500人报名，到底有没有购买保险的必要？看晚点好看，月入几十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